呢個股推介建議大家留意中國移動941㗎。揀選原因係公司具有咧高景氣同埋高派息兩個特點。盈利能力方面，中移動去年的收入和盈利創出新高，市場預期它未來的盈利將會是再年年創新高的。彭博綜合券商的預測，中國移動2024年盈利增長是 7%， 2024至2026年盈利年複合增長率大約是 6.1%。 由於財務健康和業務穩健，中移動過去三年同樣是持續增加派息，去年全年合共派息每股是4.83元，按年增加 10%， 派息比率大約是 71%。中國移動指引由2024年起三年內逐步提升派息比率去到 75% 或以上。彭博綜合預測，中移動2024年預測的股息率可以達到 7.4 厘，2025年預測息率就去到 8.1 厘，在中資電信股當中息率是最高的。走勢上，中國移動去年12月以來沿著這個升軌走高，昨天收報 69.75 元，突破前高位，並且創出2016年9月以來的高位。策略上，有貨的投資者可以繼續持有，未持有的可以敲66元區吸納，直博率是更加高的，相當於2024年預測股息率是 7.9 厘，中期上網大行給予的平均目標價是83元，跌穿61元就適宜減持。